一百个学习实战问题，如果你有问题提问的方法在说明区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观众的问题。老师你好，我是准备高普法律廉政的同学，练习申论的时候发现有一直写不完的问题，扣掉审题的时间，五考一题大约只剩二十分钟可以作答，但自己在练习的时候大概会超出五到十分，想询问一下该怎么样调整跟改善。这是一个申论题的一个考卷的样章。如果你仔细看，这每一页有二十二行，接下来。 我要跟你解析一下，应该要怎么去处理这位观众的问题。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，这样的一个答案卷，总共有二十二行。补考每一堂课的考试的时间是一小时，有三十分钟，也就是等于是九十分钟。换算下来，我们的普考的要求是你要写一页半，也就是三十三行。我们现在来假设这个九十分钟，如果你平均到四题，每一题的时间只有二十二点五分钟。你看啊，这个四个二十二点五，你总 总合起来就是九十。刚刚的这个三十三行去除以二十二分，你会得到的是一点五。每一分钟，我把它写在这里，要能够写一点五行的字数。我们再继续讲一下普考这件事情。某一个考试呢，它是早上的九点开始考，一直考到上午的十点半。我要怎么样来分配这四题的作答时间呢？假设我们现在每一题都是二十五分，二十五分，二十五分，刚好一百分。那么第一题到九点二十二，这是第一题；九点四十五，这是第二题。 十点零七，这是第三题；十点三十，这是第四题。你必须要精确的了解每一个考试的堂数，你的每一题时间的计算。这样你在看手表的时候，你才可以明确的确定你每一题还剩下多少时间。所以，我建议这位同学，你在做补考的申论题的练习的时候，你要去思考的是，我怎么样精准掌握每一题的时间？你提到没有办法在时间内写完，甚至会超过五到十分钟。那么你看哦，如果 如果你超过五到十分钟的话，你就会大幅的怎么样？又去压缩到下一题的时间，那你就会发生第一题写得很高兴，写的快两页，第二题只能写一页，第三题又一页多，第四题又时间不够只写一页，这样就会造成你的每一科考题的分数是不平衡的，所以你那科考的成绩就不会很理想。所以你一定要做的是什么？每一题严格遵守，在你练习的时候，每一科你只能写二十二分钟，用这样的去严格的去要求，用计时器，用手。 接用手表去计时，严格的去执行计时这个动作，才可以有效的帮助你在一定的时间内写完一个题目。不管你考高考或考普考的同学，你都要有时间架构的概念。每一题应该到哪一个时间点，就必须要写下一题。这个也是非常需要明确的要求自己的。不管如何，我时间到了，我就必须要结尾，把这一题完成。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我时间写不完的这个问题。所以你必须要去规划，并且。 一直不断的注意你的时间，还会在每一题得到平均的时间来作答，而不偏废任何一个题目。以上呢就是这一题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想要找耶 w 做进一步的学习，请你参看说明区的连结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